来都没有见过那幅夜宴图，我也从来都没有指使过别人伪造它去欺瞒官家。死到临头还敢嘴硬，你是想给那个假扮冒药的崔指挥报仇的？景德元年他曾是你的副督导，你们还一起随余家行政，因为我能查到的事情官家他查不到。给他上中刑。没事吧？因为我恨你，是你把我害成这个样子。赵爸，我曾经多么爱你，你知道吗？可是你为什么不听我的？为什么非得要去找那个顾前帆？